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快跑！哎，那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我的鞋，他们穿凉鞋不合适吧？我估计穷的买不起鞋了吧？穿那么破的鞋还来跑步呢？哎呀，真丢人！你说我们这女孩子有多自卑？ 来，同学们，把书翻到第十二页，对，读下第一段。I ambition，这口音也太搞笑了吧！这哪是口音？我不是跟你讲过吗？这里的 E 发 I 的音，repeat after me，哎，ambition，你这孩子，正经的都学不会，你要是不想学，赶紧出去。难道因为穷，连受教育的资格都没有吗？炸条！ 这么简单都不会，赶紧报个音标班吧，免得拖大家后腿了。哎呀，听他家穷，哪有钱报啊？月月，你看你英语成绩差，其实肯定没有好好学，回去好好反思一下。这家长过来。你们谁看到我班费了？我就放在这书里的，现在不见了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看到班费啊？谁看到的呀？月月，是你拿了班费？不是，我没拿。你猜那么穷，不是你还有谁啊？发现他包比这装饰谁了吗？ 没拿，真不是我，哪里拿的？根本不敢给我们看，这是我的东西，别抢我的东西，别动，这是我的包，放开！你们干嘛？咦，这都什么啊？写的？哎呀，你们都不觉得有一股酸味儿啊？就是。哎呀，哪里是酸味啊？明明是穷酸味呢。哎，怎么回事？ 老师，我告状，月月偷了班费还死不承认。老师，不是我。月月，你成绩差就算了，怎么最基本的道德素质也这么差？赶紧把钱交出来，还给大家。我不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我没有偷钱，也绝不会为我没做过的事情向你们妥协。月月，月月的恶劣行径，大家都看见了吧？凭什么？我穷，这样理所当然的受你们欺负，因为穷你们嘲笑我，因为穷连学习的机会都。